近韩网上出现了一篇 IU 欺骗粉丝的文章，引起网友热议。据了解，该名发文者在论坛上表示，看完 IU 去年圣诞节的 vlog 后感到非常失望。他那时在影片中装作很孤独的样子，但其实他圣诞节的时候是和男友李钟硕一起去日本旅游，在粉丝面前装作是没有恋人的凄凉歌手，这不是欺骗，什么才是欺骗？对此不少网友认同表示，站在粉丝的立场确实会感到失望，情况正好让人误会呢。但有网友认为，偶像也是人，粉丝请不要过度投入，这样做只会伤害到自家偶像的。